方官员腐败，造成霸州境内大清河泛滥，瘟疫横行，引起民怨，引发多起抢粮事件。撤粮了！在我国东南沿海，受朝廷阻击的倭寇也伺机蠢蠢欲动，妄图借助民怨和农民起义组织天地会刺杀乾隆，扰乱朝纲，颠覆朝廷。此时为了了解民情，维护国家安宁，乾隆秘密来到荆棘之地，号称圣水河乡的圣邦进行微服私访。不料乾隆出巡的消息被走漏，于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暗杀行动拉开了序幕。诸位，乾隆已到圣方，咱们的机会来了。同心协力，反清复明，杀死乾隆，共举我大明旌旗。是杀乾隆，是杀乾隆，反清复明，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替天行道，是杀乾隆。
大清河水泛滥，百姓遭殃，地方官员无所作为。又有奏折说，县令李满仓不但贪污了将近十万两的修河款项，还把救灾的银两也一并给贪污了。唉，不知道是真是假呀。皇上，无风不起浪。十万两白银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都用在修护河堤上，大清河便不会有今年的水患。是啊，书英王莽，择日随朕前往衙门，咱们大探个虚实。这。王将军，保护皇上。师兄，果真是你。迷人不说暗话，我是来杀狗皇帝的。可是没想到你贪慕虚荣，竟然委身于鞑子，枉为汉人。天下本是一家，我保护皇上的安危，为的是天下苍生，何愧之有？鞑子占我中原，欺我百姓，人人得而杀之。贤弟，我这是替天行道，你若如此执迷不悟，你我也只有兵刃相见。敢问师兄是替的哪方天，行的哪方道？贤弟，这一路之上，难道你没看到有多少灾民流离失所，多少百姓惨死？可鞑子皇帝呢？哼，游山玩水，毫不逍遥。好个游山玩水，你这样做只会让国家陷入更加的危机，而一旦发生动乱，受苦遭殃的岂不还是咱老百姓？你住口！师兄，尽管你我如同兄弟，但是身为御前侍卫，职责所在，道不同，不相为谋。回来了，还没睡。又在等我。灵儿已经很久没见你了，每天晚上她都数着星星，嘴里还念着爹爹。对不起。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打打杀杀了？这种日子我真的快熬不住了。一路上都在追逐，我也想停下脚步，可身不由己。我答应你，等这件事过去之后，我们一家三口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远离喧嚣，归隐山林，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到时候你耕田狩猎，我相夫教子，我们开开心心的过日子，那该有多好啊。バカ者が苦労して作ったものが全部台無しだ。こうしたら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いえ。昭宝剣李満宗は欲張りで、治水のお金はほぼあいつの私腹を肥やした。剣論はこのために来たんだろう。うるさい、言ってください。役所に隠れて李満宗で剣論を釣り出そう。お父様。ああ、来たか稽古。お前たちのために来たのだ。彼女？下次我再来。学长大爷您慢走啊。当官做人我多烦忧。丰胸美臀解我愁。再来一个吧。正好这一杯美酒下了肚。怎么着？我想一想想。真坏。哎呀，这都不坏的话，谁来照顾这儿的生意啊？对不对？那您继续呀。那我想想，我想想。继续啊。下边呢？下面啊。下面呢？下面我急死了呀！哎，这位客官，里面请，里面请。我们这里啊，可是新来了一批姑娘，个个可是波涛汹涌，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呀！哎，这位客官，哎，您不要这么一本正经嘛，来到我们这里就是来花天酒地的呀，欢起来呀！哎呀，这位客官，您笑一笑嘛！哎，春夏秋冬。楼上请了，让我来伺候你吧。好大呀！哟，这位大爷，这可是朵鲜灵灵的花，您不喜欢它，可不要把它折坏呀！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这低端的。李大人，李大人，他们，你们干什么呀？我可是皇上钦点的七品县令李满仓。你贪污修建河道和救济灾民银两的事已经败露。你胡说！我一向是两袖清风，我人正不怕影子斜。乾隆已经到了圣房，这3000多宫女儿还不够他玩的。再说我凭什么相信你们呀？我们是个胆内，只要与我们合。我保证李大人可以继续享受你的荣华富贵。那你们让我怎么做呀？再忍一忍啊，用药就好了啊。爹。喂。哎呦，闺女，柴药回来了啊！快快，累了，回去房间休息啊。我不累，爹，让我来帮你吧。不用，上楼休息吧啊。哎。来来，趁热喝点水啊。怎么，好点没有？看看，爹。
还有点发烧啊，多喝点，我忍也，我忍救救我爹吧！起来，赶紧起来，去好好好，你先照顾你爹啊，快快！爹，爹，来来来，赶紧给他喝下。来来，嗯，嘿，我就纳了闷了，嘿，这一整天了，他怎么就没个人来呢？ 大人，该吃饭了。今儿厨子做了您最爱吃的全羊羔、溜蟹腿、白斩鸡、芙蓉糕，还准备了油炸。对对对对，没看着大人我这办公呢吗？快滚！哎，回来，去找些老百姓，让他们都到这儿来击鼓鸣冤。县太爷，自从上次把原告当成被告打了，他们就再也不敢来了。 那他们要是不来，那皇上怎么能看到我的清正廉明啊？我怎么能对得起皇上对我的栽培呀？我说你呀，就长了个猪二姨的脑袋，你就不能花点钱请他们来呀？是县太爷，快去！哎，回来，告诉众衙役们，让他们都给我机灵着点儿。 都给我戒备着点儿，快去！啊，回来！别忘了把吴神医的药方子给我弄来。这满城的病人，那可就是满城白花花的银子。魏大爷，这是谁呀？大贪庸医，竟敢配卖假药，祸害百姓！ 还企图煽动百姓闹事儿，奉县太爷李大人之命，限你三日之内滚出城防，否则你谋逆罪论处。冤枉，实在是冤枉！光爷，我行医这么多年，救人无数，你说是我做假药，可有证据？这就是证据。哎，什么事的啊？走，出来，出来，带走。哎。 官爷，走，老实点。嘿，天灾人灾，可怎么活呀？你是何人？为何挡我去路？你还没有走，怎么说我挡你的去路？讨个江南大盗卓飞。 你来这里究竟想做什么？老朋友，好久不见。啊，这是李满仓贪污修河赈灾的账目，拿去领赏吧。嗯，记住，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对于是与非，我还是分得清楚的。嗯，你们此次来到圣方，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山口太郎。 正带领日本武士四处搜寻你们。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嘿，官有官路，贼有贼途，言尽于此。记住，欠我个人情。先皇有谕，治国当先治吏。好你个李满仓！ 现在证据确凿，淑英，明天随朕前往，将他拿下。皇上，万万不可！哎，我说薛大人，你是不是绞尽长脑筋上了，竟敢阻止皇上整治大清朝的贪官污吏？哼，我看是不是李满仓给你什么好处，让你来说情了？你，少胡说！薛大人的忠心日月可见。淑英啊，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 皇上，臣已得到消息，天地会的人和日本武士已经来到了圣方。此时贸然行动，出了什么乱子，恐怕……朕明白你的意思，放心吧，只是几个贼寇而已。哼！
守衛衆院。坂本、お前の探している宮廷一の達人守衛衆院はすでにシェンファンにいる。武者は一人狼を最高の許可にします。俺に任せろ。ああ頼んだぞ。你们两个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不可以有任何闪失。是。回去保护老爷。交出药方，李大人可以让你的药铺重新开张。我不会给你们的。交还是不交？休想！爹！爹！爹！真的？交不交？为何要杀老先生？英雄饶命！英雄饶命啊！我们的儿子被李满仓劫持，是他要我们来找老神医拿药方的。你中了我的断肠夺命针！活不过两个时辰了。这是何处？哦，你放心，在我家里。你中了毒针，现在没事了。哦，这是我女儿村子。觉得怎么样？没事。你在昏迷的时候一直在喊着黄三，黄三，这黄三可是你心上人。是吗？我真是晕昏了头了。老先生，我昏迷多久了？一个夜晚，啊，一个夜晚，坏了！你，老先生，恕我无礼，救命之恩，改日再来登门拜谢。哎，英雄，英雄，英雄，请问尊姓大名？万辈薛淑英。住在哪里？住在荷香寨客栈，老先生，救命之恩，改日定当报谢。严重了，告辞。薛树英，丫头不要寻思了，看上去这个人的架势，不像是普通人，我们高攀不起。爹，你说什么呢？女儿是在想她的药没服完，她身上的病。能好吗？吴大爱，他中毒不深，再加上他的内力深厚，爹给他服了解毒药，毒嘛已经散清了。
相主，都整整一天了，还是没有乾隆的踪迹。明天继续找。我想啊，单单凭咱们这点实力啊，太过薄弱。要不然，咱们跟东瀛人联合？跟倭寇联合？是啊，我听说在沿海一带，清军杀了他们不少侨胞，这些日本人是来给他们同胞报仇的，也是来杀乾隆的。杀乾隆是我们天地会的事，用不着别人参与。嗨，他们杀也是杀，咱们杀也是杀，这目的是一样的。再说，杀了乾隆之后，咱们在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呀。不必说了，倭寇杀我百姓无数，抢劫金银，凶残狠毒。我堂堂天地会，怎可与他们同盟？薛大人，你没事吧？没事，一切正常吗？一切正常，薛大哥放心。好兄弟，跟我来。请进。参见公主。快起来，请起来说话。谢公主。薛大人怎么了？伤在哪儿？快让我看看。公主乃尊贵身份，怎么可以如此屈尊？大人，公主，何事？皇上要趁李满仓不备，让我们现在去县衙。通知所有侍卫，随行保护。灵儿，你爹回来了。爹，您回来了。爹爹，您去哪儿了？也不告诉灵儿，总是偷偷跑掉。灵儿好想你。哎呀，我的乖女儿，爹也想你啊。有没有惹你娘生气啊？没有。来来来，爹爹抱抱。哎，真乖。灵儿，给爹打一套少林拳，让爹看看啊。嗯。啊，我帮你。不用了。这些年跟着我担惊受怕，让你吃苦了。现在这里越来越不安全了，我安排你们母女到外面住两天。有你在，我一点都不苦。你会和我们一块走吗？你不走，我和灵儿哪儿都不去。小月，就几天，就几天我就去接你们母女。到时候我们一家人远走高飞，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你相信自己说的话吗？真的会有这么一天吗？小月，你相信我，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而且这一天会来得很快的。哎呦！啊，灵儿小心！哎，小妞。哎呀！长得不错呀！狗皇帝！呀！
你我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我？狗皇帝，住嘴！这次我杀不了你，我认了，是杀是剐，悉听尊便。大胆逆贼，色灵堂还敢嘴硬？你究竟是什么人？还记得礼部尚书左中堂吗？当年就因为一句诗，你大兴文字狱，下神灭我全家，让我家破人亡。左大人为官清廉，又是抗倭的英雄，而且是朝廷的重臣。你父亲和家人被害，后来经朕查明，是朝中的奸臣假传圣旨所为，死无对证。我凭什么要相信你说的呀？怎么说话呢？薛大人还不长嘴？不得无礼，皇上圣明寝政，天下共治，所以才有今天的太平景象。当年的确是倭寇收买了朝廷奸臣，假传圣旨所为。皇上，咱们还有要事在身，要不然先放他走吧。好吧，放了他。哼！お父さん、私を任せて調べます。もういいだろう。時間がない。行きなさい。見ろ。これは皇帝堅牢だ。山口さん、ケイロンが来ています。すぐに行って探し出せ。はい。お父さん、私も。いや、今はまだ早すぎるだろう。時期が来るのを待ちなさい。你们干什么呢？大人，不准！微臣不知圣驾亲临，未能远迎，望皇上恕罪啊！黎曼仓竟敢欺上瞒下，贪污维护河道款项，置黎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罪该万死。微臣该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奴才实在是冤枉啊。哼，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敢狡辩？朕饶不了你，天下的百姓更饶不了你。皇上，难道您就不念微臣旧日功劳吗？功不抵过。来人，站！将他拿下。皇上在此，谁敢冒犯，敢上前半步者，杀无赦。哈哈，这可是我的地盘啊！这什么皇上？他们都是冒充的！给我上，把他们都挡住！皇上罪臣还有要事奏明，还想为自己开脱？有人密谋刺杀皇上。好你个狗官，死到临头还敢恐吓皇上？千真万确呀、啊！皇上容我奏明，让我戴罪立功吧。皇上，快走！后面的人。估计现在有大批的倭寇和天地会的那些反贼正往这边赶来，你们护送皇上回河相寨客栈，我去引开他们。是，皇上。
小心点。谢皇上。走。走。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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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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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谁呀？有没有点素质啊？啊！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别人打扰我。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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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的，你哭啥？为什么？哎呀，行行行行行，来，给点，过来过。为什么？哎，你慢点，你给我留点。嘿，我说你这人啊，孩子丢了吧，也不像啊。哦，我明白了，是不是这家的哪个小娘子把你给抛弃了？走狗蛋！奋斗形势，引开他们的注意力。薛树英，岛内第一高手。我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和你一决高下。承让了，再来。吾以学论精神，以忍为高，以和为贵，何必争个你高我低呢？哼，这就是你的和。我薛某从来不杀无辜之人，我倒是要问你，你们这些日本人不在日本好好待着，跑到我们大清的国土上来，究竟要做什么？听了半天，你这个人啊，还真是可怜，是吧？没钱，没家，还没女人，你跟我比起来，你差远了。你这个人还挺讲义气。哎，你可千万别夸我啊！江湖上的弟兄都说我啊，路见不平，劫富济贫。我觉得也没啥。哎，我认为啊，乾隆说的没准是真的。原来你们是一丘之貉。你可别这么说啊。你想啊，这乾隆说的要是假的，你还能活在这里吗？我劝你啊，趁此机会主动请缨，报效国家，杀他个一般贯职的，到时候也为你左家争光啊。你什么意思？你让我去保护杀我父亲的仇人？哎呀，你机会是摆在你面前了，就看你怎么把握了啊。告辞。一人も捕まえられない。坂本。はい。お前は薛秀院と一戦交えると言ったはずだ。なのに奴はなぜ逃げた？お前はそれでも日本帝国の武士か？きっと勝ちだ。
そうだ。我々の武装精神を持って、これよりどんな手段を使っても観柳を捕まえ出せ。はい。既然你约我前来，我便劝你两句。你本是忠良之后，只是被假象所蒙蔽。现在倭寇横行，可是你报效朝廷的大好时机啊！我全家含冤而死，支撑我活下来的动力，便是报仇。碧血千刀流不尽，坐榻杯酒话春生。快醒醒吧，归顺朝廷，一展平生所学。我们全家人的死，真的与皇上无关吗？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我薛树英也是有爹娘之人，可以拿自己的人格为你做担保。左兄，你左家世代忠良，个个英明，怎可葬送在你的身上？皇上他真的会重用我吗？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心，我愿意在皇上面前为你保奏。这些倭寇真是太猖狂了，竟敢在我大清的国土上作乱。如果不把他们消灭干净，我大清和国民永无宁日。老爷，你保重身体啊。帝国の英雄たちよ、観柳を殺せば秦国は必ず混乱する。その時、時期に応じて我が軍は東南沿海部を占領する。帝国は多くのものを手に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る。中国の言うところの用品戦術、用品一時だ。故に必ず観柳を捕らえろ。奴を殺した者に娘桂子と継がせる。坂本、伊藤、北野、お前たち三人がやってこい。はい。嘿嘿，卓兄，好久不见，你怎么这身打扮了？嗨，做贼嘛，难免经常换装，没想到我们这么快见面了。左兄，你终于醒悟了？那还要多谢卓兄的点拨。嘿，千万别客气。山口太郎怒了，派出山本龙一、北野武二、伊藤，集结了百余名武士，你们要多加小心呢。多谢卓兄提醒。嗯，记住了啊，你又欠我一人情啊，告辞。咱们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客官，我不是故意，你怎么骂人了？二愣子，我才走了几天，怎么又惹祸了？啊！我给你说多少回了，人臣所笨，一副长得像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模样，就老老实实待在后院，还不乐意，偏溜到前面，坏了咱家的气势。人家客官到这儿吃住，是瞧得起咱们，一眼睛长到后脑勺也就算了，别把脑袋放到裤裆里。还缩头缩脑在这儿干嘛呢？啊，想挨打呢？还不下去！哎，来人呐！哎，来了！赶快带这个客官到楼上梳洗一下。哎，客官，来这边请。老爷，我上去换身衣服。哎，来。几位客官想吃点什么呢？把你这儿最好吃最好喝的东西都端上来。我这儿好吃好喝的多着呢，卤菜、
粤菜、川菜，民间的八大菜系，要啥有啥。宫廷粤菜，一样样的不落。反正你想吃什么，没有我们不会做的。是吗？那好，那您说出来听听。那我就跟您介绍一下，比如说咸鸭蛋啊、骨顶啊、红烧鲤鱼啊、松花，这是最普通的家常菜，我们烧出不一样的味道。像是燕窝啊、鲍鱼、河豚、龙虾，那些非常菜，我们可以做出非常的味道。还有啊，我们这儿最有名的是自己酿的荷香斋酒。好啊，那就先把酒端上来，让我们先尝一尝。好嘞。哎，来人呐，把这儿清理一下啊。老爷，我回来了。树英，树英，你没事吧？没事，多谢小姐关心。树英，事情办得怎么样？按照您的意思，已经都办妥了。好。起来吧。慌。近前说话。老爷，我想求您件事。你不用说了，我心里很明白。你放心，我会为你们左家讨回公道的。多谢老爷。酒来了。哎，你们两个坐下，都给我坐下。掌柜的，哎，把你刚才给我说的好菜全都给我上来。好嘞。师兄，这么着急约我前来，有何急事啊？贤弟，乾隆这次我是杀定了，你我兄弟一场，我这是最后一次来劝你，尽早离开吧。师兄，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你永远都是我师兄。但是，身为御前侍卫，职责所在，望南从命。好，好。既然你这么说，倒无话可说了。师兄保重。相主，不好了，夫人那儿出事了。出什么事了？相主，您快回去看看吧。这小月，爹，是不是道？都是你耽误我大仇未报，要不然我们早走了。你满脑子都是仇恨，连敌我都分不清。师兄，我劝你应该给灵儿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不是急于报仇。各位，我们的江相主江世成已经背叛天地会，归顺京廷了。从今天起，凡碰到江世成的，就地格杀。还有，天地会一切的事务都由我负责。好。杨相主已经查明，乾隆就住在荷香斋客栈。春子，你怎么找到这儿了？徐大哥，
你的伤怎么样了？已经没事了，多亏了老先生的秘方。来，给你，再敷一次就全好了。多谢。你是因为救我们才受的伤，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嘛。嗨，不提这个。春子，你对这里比较熟悉，能不能带大哥去一趟码头？我想看看有没有回京城的船只。嗯，好，走。嗯。これはいい。高級品だ。まことに美しい。いつか我々のものになる。山口さん、電池会の方はもう大丈夫だ。今から奴を捜査しに行き、発見し次第全軍で捕らえろ。はい、はい。小月，这么多年一个人忙里忙外，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可我呢，除了让你担心受怕，没让你过过一天安生日子。我对不起你，灵儿是个好孩子，可懂事了。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安顿好，我要让他开开心心的长大，平平安安的生活。灵儿，给你娘磕个头吧。你看这儿的景色多美呀，每当退潮的时候，这儿就有特别多的野鸭子。我跟你说，他们还下了这么大的蛋，其实这么大。所以你呀，没事的时候就常到这里来玩。这里的景色确实不错，等我闲下来的时候一定到这里来住上一段时间。一言为定。嗯。春子，快送我回去。哎。启禀皇上，请皇上速速撤离，日本武士很快就会赶到这里。来得够快的。来头不小，引来那么多人，让我们小店蓬荜生辉了。说吧，你们到底什么来头？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们？御前三品带刀侍卫薛树英。铁臂树英？正是在下。带着他们往后门走。你先走，我来断后。这是我的店，我往哪儿走啊？走啊，走啊。老板娘，保重。
俺走过来。你们先走。走走走。你没事吧？没事。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先到吴神医那里躲一躲，也好给公主疗伤。好吧，走。さっきここにいて、今どこだ？行け。伤了，我给你敷敷药就可以了。皇上，如今只好派人送信给霸州的石将军，令他火速出兵救驾。好吧，这块令牌，石将军一看便知。只是，派谁去送啊？我去。匡兄，皇上，臣愿前往。不行。你已经和他们多次交手，一眼便能认出来你，根本走不出去。让老夫跑一趟吧。爹，你一把年纪了，路途遥远，还是让我去吧。我对这边的路比较熟，而且他们也不认识我。可是你一个女孩子家。女孩子怎么了？花木兰替父充军，杨八姐带兵出征，这次为了皇上和国家社稷的安宁。这信，我一定送到。太好了，真不愧是当今的女中豪杰。淑英，跟我来。春子，薛大哥，一路小心。嗯，知道了。萧大哥，又来找我干什么？小弟这次前来是想请。又想来找我比武？当年就是你逼我比武，要争天下第一。杀死了我老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很内疚。呀，嫂子舍身感化，顷刻动天。萧大哥情深义重，至今还是忘不了萧大嫂。但是，
北门飞雪千载过，当年往事成笑谈。我已经退出江湖了，但这件事关乎着皇上的性命，国家的安危啊。萧大哥，萧大哥，你不是天下第一吗？有什么事会难倒你呀？落花与枝盖齐飞，杨柳共春齐一色，你又何苦耿耿于怀于这天下第一的虚名呢？我劝萧大哥能以天下百姓安宁为大任，出来保护皇上，做一个有功于天下之人。萧大哥，萧大哥，一つも残さず道を全部閉じてくれ。皇太子，我有办法。阿贵，快！皇上，请。薛总管一定会找到这儿。好吧。包厢吗？来，站好，站好。驾！吁！山口さん、どうですか？邪魔されたとは思わなかった。眼看就大功告成了，结果又是功亏一篑。难道这达子皇帝还真是命不该绝？你们的人去哪了？一群废物。哎，你别血口喷人啊，我们是奉了山口君的命令把守各个路口的。山口君，好像有人看见他们几个奔大悲寺去了。吕洞，嗨，皇上，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皇上，我们现在要不杀出去，就来不及了。不行，我们这样是冲不出去的，我们得想个办法。我有办法。不行不行，万万不可！为了皇上，老夫甘愿冒这个险，请皇上恩准。
保护皇上。是。你终于出现了，卓兄，你没事吧？
放心，死不了。记住了啊，你可又欠我个人情。张总管，带皇上和公主去舞会。淑英，你要小心了。皇上，我们快走吧。怎么走？走吧，公主。武者以厚德载物，学武不单单是为了斗狠，还承担着道义和责任。快起来！你没事吧？没事，没事。乾隆在那儿，快去禀报杨上主，快！张总管，看护好公主。没事吧？没事儿。皇上，您真厉害啊！这些倭寇杀了我妻子，今天我就让他们偿命来了。不光是杀你妻子，整个大晋都将会是我的。萧世成已经背叛天机会，杀了他！兄弟们，杀了他！你没事吧？弟兄们都替你担心呢。杨相主，倭寇杀我妻子，又杀我天地会兄弟，我们与他们势不两立。好，我们一切都听你安排。哎呦，相主，你受伤了？没事，我来帮你看看啊。你老婆也是我让伊藤杀的，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死了以后，这可全听我的。哎，弟兄们，你们看见了吧？啊，这个江世成投靠了狗皇帝，还杀害我们天地会弟兄，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有什么话说？弟兄们，抓住公主，杀了乾隆，我们替天行道啊！弟兄们，听我说，我不想看到自家兄弟相残的血。他是内奸，勾结倭寇的内奸。他胡说！哎，弟兄们，上！师兄，皇上，你们快走。快走，快走！皇上，我们走。他们一定是去了盛方舞会。啊，盛方舞会，哎，就是薛寿英他师父的武馆。啊，盛方舞会，全民殺せ！嘿，嘿，行くぞ！师兄，你回来了。他们是？师父在哪里？立刻带我去见师父。哎，巧儿，告诉夫人，请公主他们在后院待着，没有我吩咐，任何人不准出入。是。师父，让您老人家费心了。哎呀，能为皇上出力，这是我们的荣幸。皇上放心，我们盛方舞会会竭尽全力保护皇上的安全。
小兄，你终于还是来了。落霞与孤雁齐飞，倒也不失为一种美事。何况为了天下的黎民，倒也不枉我萧某一生。末将救驾来迟，还请皇上恕罪。沃野千里，乃是我大清的天下。与朕为难，便是与天下苍生为难。你们这些倭寇及前朝的余孽，竟敢扰乱我大清的太平，朕岂能容你们？沈将军，将他们统统给我拿下！这。天承运，皇帝诏曰：圣方武会护驾有功，拨款重修圣方武会，并赐封圣方武会为皇家会。文官御之下轿，武将御之下马。御前侍卫薛树英屡次救驾有功，拨白银万两，迎见御前侍卫府。吴神医舍命救驾，忠义可嘉。御笔亲赐匾额，济世药铺，侠道卓飞，仁义兼具，赐名号侠义士。忠良之后果光，迷途之返，追封忠孝侯，昭令天下钦此。